大家好，我是 Nancy 晶晶。今天呢，荣幸邀请到我妹一起来跟我录影。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Whisper Challenge， 不让我打个招呼吗？哦，好好，那你打个招呼，跟大家 say hi。 大家好，嗨。我有像吗？很多人说前面一点啊，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双胞胎，大家应该是眼瞎了吧？是蛮像的，只是一胖一瘦，因为他真的太瘦了。讲到瘦的话，他就会很紧张，因为我妈妈每一天在家里就会一直逼他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然后因为现在寒假，他比较有时间，所以就是陪我来做这个单元，讲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准备了，看个。没看到，看不到，心很重哎。我们中文准备了三题，英文准备一题，然后台语准备两题。我们本来要好了，可以，我们本来要中英台各二，可是后来发现英文真的太难想了，因为英文不好，没办法，而且也怕说到时候英文就完全都猜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也是很GG啊。你要先说我们现在要讲中文，还是就是直接讲？直接讲。直接讲，这样对方就会混乱，就会不知道，所以这样比较难，这样比较难。那会我们都猜不中，反正就是会有四句中文，然后三句中文，然后两句台语，两句台语哦，对，有两句台语，一句英文，这样。好 ，Let's go。那我先好了，我先猜。你试讲一下，你听得到吗？听不到。那你怎么知道要说听不到？我看得懂你的嘴巴。这么厉害？路上有你。OK， 你真的听不到吗？开始了吗？开始。第一题。有白痴。你才有白痴。三个字。哦，三个字。小白痴，小白痴，你觉得东西啊？小白痴，不是，你要猜几遍？是不是中文？是中文，是好，中文 ，OK。小脚，脚白笋，不是。怎么办？怎么办？太久是不是要放弃呀、啊？好，放弃。你公布答案是什么？椒麻鸡。椒麻鸡。脚白笋。我会猜吗？椒麻鸡啊！这真的太好笑。只是看到有人用这题目，然后他就说，就那个人就误会是那个人就误会是卡巴奇，所以我才一直说不要限制是。中文还是台语这样子，结果好吧，没有这个效果，真的蛮厉害的，小白笋，小白笋，好大声，你慢慢戴上去，你小声一点，你假赛啦，你假赛啦，你可以出声啊。李鸡排家，李家赛的，叮当了，叮当了是谁？没有歌了，没有歌了。好，提示是台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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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语。太大声，有点耳聋了。现在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李家赛。几个字啊？四个字。李李甲，李甲爸爸。接近了 ，you almost 李李甲甲塞。李甲塞，不是吧？李甲塞，好来了。其实你超过答对是李甲塞啦。我就觉得一直有什么塞呢？我想说你应该不会出这种题目吧？我
我其实很不想出这一题，可是你知道出这一题在笑，对我们来说笑点太大。因为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有阵子我们很喜欢骂对方说你去假赛之类的，对，就是就讲得很狠，结果我爸就大发飙，说女孩子不能讲这个。四个字，伊斯兰教。你真胆小。伊斯兰教。你是蓝笑。是什么中文吗？伊斯兰教。你是哪笑？伊斯差不多。伊斯兰叫叫，一只懒叫。怎么会有人这么笨？这个要剪掉了，这个要剪掉。你说什么鬼题目？公仔，伊斯兰教。
Vidiro 哈哈胡言乱语 Lili 人谁啊李龙不是林静良不是明明就是都猜台他刚刚都讲台语然后最后答案讲中文是怎样中文吗台语李龙奇怪台语有什么东西是什么玲珑什么的、啊、哎呦玲珑很像差不多了三个字玲珑玲珑啥啊鸡放弃到底什么东西啊鸡玲珑大家知道鸡玲珑是什么吗重点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鸡玲珑是什么哎、欸啊、可是你知道啊长颈鹿的牌子叫做鸡玲珑鸡玲珑而且你刚刚一直玲珑对什么鸡玲珑是什么我一直想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太可怕连我都听得到的音乐摩羯好漂亮我好漂亮我姐好漂亮对哇我姐真的很漂亮这是很不要脸的题目你怎么一下就猜到这很烂哎、欸、这种烂题目也拿出来玩爽公鸡恭喜中文吗英文台语这个一定很好猜恭喜哦不是恭喜恭狗口狗口喜多喜有点像口音啊对啊口音是什么口音啊拉扣子哈这是拉扣子还有音乐吗听得到吗听得到老妹你太瘦了啊老妹几个字六个字老妹你太瘦了颠倒杯颠倒杯乱讲话是啊老妹你太瘦了去台中干嘛老妹是老妹是对的太瘦老妹你太瘦哎、欸、你刚刚会讲脏话哎呦要剪掉哎、欸、一句很令人崩溃的话自己解释为什么崩溃因为我妈每天在家都念我老妹你太瘦而且她会念到非常疯狂的几次然后会想尽办法骗她吃东西她比如说她剥一颗橘子剥完之后吃哦好酸哦你吃吃看用这样的方式来骗她吃东西我妈真的超强的 I have a pen 好厉害哦被秒杀I have a pen PPAP 哦、oh, 对哦累死我了OK
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我们两个玩到超级累的，而且笑就整个五脏六腑都有那种移位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们笑点，但是因为我们出的都是一些跟我们贴近、比较贴近的一些题目，那希望你们也跟我们 enjoy 就是这个 video。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还要订阅。完了，这一段没有套好。Okay,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也记得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还喜欢看我们哪类型的影片，因为他这阵子都会在家，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生出来给你们。我下一次还要入境哦。如果你愿意的话，看大家呼声大不大。好，Nancy 妹，Nancy 妹在留言。OK， 谢谢你们观看，拜拜。你要叫什么啊 ？Grace 依依吗？我不要叫 Grace 依依，Grace 依依是啥？配合我一下啊！现在叫什么？主不要，那到底要叫什么？我叫葛蕾丝小姐。为什么？你这很 gay 白耶！叫葛蕾丝就好了。那可是我就不自主的叫你猪猪啊！你哪会不自主叫我猪猪啊？嗯。我说你不会不自主叫我猪猪啊？猪猪，骗笑。